下面第七个问题啊，是现在道场出家众执事任务很重，常常要与大众接触，总离不开人我是非，但自己啊刚刚出家，道行又不坚固，影响心地清净。请问怎样才能做到利益众生呢？又能利益自己？啊，你这个问题是在讲呢？ 你听经太少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几乎我们天天讲，常常讲。如果你是常常听经啊，这个问题你都没有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现在在这个时代，众生福薄，我们自己这佛很薄啊。你像我一生，刚刚出家的时候，住过三年道场。 以后就没法子了，没有福报了啊！都在外面流浪啊，哪里有道场给你修行啊？啊，道场里面要靠金灿佛寺法会来维持。 没有人供养啊！诸位要知道，古时候道场这个经济生活不靠别人啊，道场有田有山啊，这些山跟田呢都会租给农夫，跟他们去耕种啊，农夫呢这个收成啊大概是分一部分给道场，就像这个租嘛，收租。 所以他有固定的收入，他不靠信徒，所以他就没有金灿法师，他也没有发挥。啊，真正是在一用功办学啊，啊，那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土地、这个山林都是属于国家的，啊，庙都很小，没有收入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靠金灿法师。 没有金藏佛寺，寺院经济来源就断掉了，啊，所以，啊，这个应酬多聊的时候，当然障碍修行，这是肯定的，啊，这是这是时代，啊，这个时代的这个这个诶形成，不能怪哪一个人，啊，我们只是只可以说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啊。 遇到这些困难，啊，那怎么样修行呢？那修行确实要学善财童子五十三财。在复杂社会里面叫烈思练心，啊，这我们常讲啊，啊顺境善缘，你在这个地方练不起贪心，啊，没有贪念，没有贪爱，逆境。 沃云啊，缘是人事环境；啊，境界是物质环境，都不好，你在这个里面学什么呢？学不生成悔，啊，你真可以学，啊。处处是道场啊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 未见寺庙，啊，他率领的这些弟子们人数也不少，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啊，这么样一个团体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啊，他们过托钵的生活，啊，没有房子住啊，啊，个个都能成就啊，啊，所以。 能不能成就，与环境有没有关系啊？是在讲没什么大关系。啊，所以你真正懂得，啊，真正知道啊，怎样修法，学习效法释迦牟尼佛，跟释迦牟尼佛这个行意上去学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寺庙。 啊，没有寺庙不是没有同参伴侣，同参伴侣很多啊。啊，我们每一天几乎都在一起学习，都在一起研究讨论。啊，我们的境界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年年都提升了，所以法喜充满了。啊，如果有道场，那当然更好。 啊，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啊，可是我们不求。啊，求，这个心就会产生障碍。啊，所以佛祖都叫我们，一切随缘而不攀缘。啊，别人供养道场，我们不会拒绝。啊，没有人供养，我们欢欢喜喜。啊，不把这个事情啊放在心上。 这个样子才能利益自己，又能利益别人。